呜呜呜呜呜，晚安，辛苦的了。呜呜呜呜呜，你就是新一。新一之名，印定邦上不敢动。我为公在情，只要你公了让我不服，断骨将香片和水龙。你的病又是蒙好。呜呜呜！小人郎，你唔通激动啊！木蛟龙啊，大事大了咯！可是这般紧急，也都阮看到吴伯爱了。这不是重点啦，重点是吴伯爱走去寻星耀战红。哎呀，真是懵懂。星耀战红，是你杀了吴泽伦？没错，枪兵嘞！想做任何动作，先考虑实力。借着你星耀战红的危机，我都不信你剑魔五星就认出头。用刀，因何失去元心？素元心，怎么了？啊？佛祖，想必到你的亲手来告母盖，你不怕被人家传你危险的机密不吗？我今天前来，非是与你争论，而是有一事与你商谈。与我之间有什么负担？只要能火体一步，什么事拢可以担。我是要母婴之血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你也得到透明贵姓，难怪你需要母血。既然你既明辨，就请你高抬贵手。爱我求你不可能。一模一样。金龙，一模技术帮助，用做设计文献，这张回答将是什么结果？三峰顶之上，五百有不杀乎之上，幸好一盘火势淡淡，今后小弟的星夜三峰有危险吗？剑魔五神州也生死之谜何时个穿？用做有什么危机？我追到起来。故有失功耗，
想要逼我玉杀新衣印灵王，印灵王如何化解杀机？玉帝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故事《霹雳雷霆》第23集《黑龙王》。